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节课我们学习第48品经文，这品经文的题目是《闻经获义》第48。这一品经文是本经的最后一品，主要是讲与会大众听了释迦牟尼佛宣讲的《无量寿经》之后，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利益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：尔时，世尊说此经法，天人世间有12000那由他意众生，远离尘垢，得法眼净；20亿众生得阿那含果；6800比丘诸漏饮尽，心得解脱。这一段经文的白话意思是：这时，世尊已经讲完这部大经。娑婆世界的天上人间有12000那由他意众生远离烦恼得法眼净，这就是说证了阿罗汉果。20亿众生证得阿那含果，6800比丘见思烦恼断尽，永脱三界，心开意解，证得阿罗汉果。看这个词语“法眼净”，是指断了见思烦恼，就能够得到法眼净。我们先看经文的前半部分：尔时，世尊说此经法，天人世间有12000那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法眼净。这一品经文是列举修学的真实利益，普为劝勉。这半段经文是先介绍得小乘利益的那一部分。天上人间共有12000那由他意，这个数字是讲娑婆世界的六道众生，不是讲地球上的人。地球上的人没有这么多，娑婆世界六道众生听到这个法门证小乘果的，即法眼净。有这么多的众生，什么是法眼净呢？是能辨别是非，辨别真妄，修行正果越大的人数会越来越少。这半段经文前面几句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下面看下半段经文：20亿众生得阿那含果，6800比丘诸漏已尽，心得解脱。这是得解脱的利益。什么是解脱呢？业障消除了，烦恼清了。当然，烦恼断至一定的程度，还没有完全断灭。大概烦恼已经断了一大半了吧。大家都知道，阿那含果是小乘的三果。证得了阿那含果，不会再到欲界来了。虽然他没有出三界，
他是住在四禅天的五步还田，在那里修行，将来他证得四果，就超越三界了，所以他不会再堕落了。漏尽是指见思烦恼断尽，即是四果阿罗汉，永脱三界，故说心得解脱。大家记着，四果阿罗汉就是永脱三界了。如果他再回到三界来，那是成愿再来度化众生的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：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。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。这一段经文的白话意思是，有四十亿菩萨对于无上菩提之道安住于事实真相而得不退转，他们以四十八愿利益众生的功德来庄严自己。有二十五亿众生证得无生法忍，就是七力以上。一个词语不退忍，就是念念皆无退转，相当于念不退。看下面三句经文：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。这几句经文是讲大乘人所得到的功德利益。大乘根性的人闻经得大乘利益，小乘根性的人闻经得小乘的利益。所以听经闻法，你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，与自己的根性有直接关系。老法师给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。老法师讲净土经，遇到了一些法师，他们非常赞叹，对老法师赞叹，对净土念佛法门赞叹。但是这些法师他们不修净土法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根器不同。老法师说，这样的法师值得尊敬，因为他们不诽谤。如果是赞叹自己，诽谤其他法门，这是属于邪见，就不只是根性不同的问题了。如果是只是根性不同，虽修其他法门，它也是正知正见，这个要有区别。有的遇到净土法门，采取诽谤的态度，老法师说，这是邪知邪见。如果有的法师不修净土法门，但是他不诽谤，他这是正知正见。大乘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这是指什么样的菩萨呢？以通途法门来讲，这是圆教初住菩萨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这是不退位菩萨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三不退菩萨。可是修学念佛法门，你只要对这一部经典，对这一个法门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
坚定信心，绝不动摇。现在你虽然还是凡夫，讲道功行，你就等于原教初住菩萨。原教初住菩萨不退心，不为外面的境界所动摇，你也能做到不退心，也能做到不为外界环境所动摇，你就与原初住菩萨一样。佛告诉我们，修这个法门，有40多亿菩萨成就了不退转。看下面两句经文，25亿众生得不退忍。这两句经文所说的境界比前面更高。不退忍就是无生法忍。如果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点，佛在人王经里所讲的无忍为菩萨始为信忍，信忍是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。由此可知，这一句讲的是地上菩萨，前面所讲的是三贤位菩萨，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这一段是讲地上菩萨，一直到寂灭忍，从初地到等觉位次的有25亿人，这是大乘人往生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，40000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始出发，众诸善根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，皆当往生彼如来土，各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这一段经文的白话意思是这样的，有40000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从来没有发心要成无上佛果，听佛说此法门之后才开始发心修诸善根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。佛说他们都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将来到十方世界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这是上段经文的白话意思。一个词语一方是指十方世界。我们先看前三句经文，40000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始出发。这几句经文呢，说的既不是声闻，也不是菩萨。我们不是菩萨，也不是小乘，得到殊胜利益的人数相当可观。40000亿那由他，比小乘的法眼镜还要多。小乘得法眼镜的只有12000那由他亿，我们是不是这一类？在没有听到这个法门之前，于无上菩提就是指求生净土，不退成佛，确实是没有动过这个念头，这就是未曾发意。
今始出发。是听到净土念佛法门之后，才欢喜发心，或者是听经之前也念佛，也发心，但所发的心不恳切，不是真的，发心不纯，还会动摇，还会退转，还会懈怠，可见心不真不切。听了这部无量寿经之后，才开始真正发心，勇猛精进，依教奉行，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境界与往昔都不一样了。大家想一想，今天就是个好机会。如果以前同学们有没发心的，愿同学们从今天开始发心。看下面两句经文：种诸善根，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。这两句经文是说，觉悟的人应当把这件事情当做自己这一生中生命的第一大事。这一生到这个人世间到底来干什么？就是求生净土，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要见阿弥陀佛。除这样一件事情之外，没有第二件事情，这才是真正发心。种诸善根，就是依照经典的教训去做。佛教我们做的，我们就做；佛教我们不做的，我们就不做。老老实实听佛的话，这就对了。这就是种善根。看下一句经文：皆当往生彼如来土。这一句经文是佛在为我们受记，包括你在其中。这是佛在为我们受记，这是无比真实的利益。大家想一想，这种不可思议的利益上哪里去找？除了做佛之外，还有比这个利益更大的吗？在这里，佛在为我们受记，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。一切众生只要以此经典的道理、方法，遵从佛的教诲修行，将来决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决定见阿弥陀佛。如《楞严经》上说的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看下面两句经文：各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这个一方就是指不同的方所，也就是指十方世界。将来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成佛以后不必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。那有的同修可能会问，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成佛了，我们到哪里去做佛呢？你不用担心。为什么呢？有你去的地方，就是到他方世界，不是十方世界吗？你可以到他方世界去做佛。到
到哪个他方世界呢？就是他方世界与我们有缘的众生，机缘成熟了，希望佛来度他们。而你跟他们有缘，就像普门品里所说的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到那里去示现八相成道，做佛为那一方的众生讲经说法。各于一方，既是我们过去无量劫来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已曾经结了善缘，哪里的缘成熟了，你就到哪里去。人生在世间，和一切众生要结善缘，结法缘，才会受到一切众生的欢迎。你讲经他喜欢听，别人讲经他不相信，同样一句话你说他听，别人说他不相信他不听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是缘不同。他跟你有缘，他相信你，他跟你没有缘，他不相信你。由此可知，应该与众生广结善缘，广结法缘，这很重要。万万不可以结恶缘，恶缘则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非常可怕。而且这个冤冤相报，一世比一世更加痛苦。我们平时可能不在意，一句话把人伤了，你就结怨了。再举一个小例子，比如说我们走道，就我们道场有很多蚂蚁，那个大蚂蚁都非常大，你走的时候你看到它了，你就不要踩它。有的人可能不经意过去了就把蚂蚁踩了，实际你这一脚就结了一个恶缘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小心一点，不要踩到它。你和这个蚂蚁菩萨嘛，不就结了个善缘，结了个法缘吗？将来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了，你要度化他也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现在老法师经常告诉我们，和众生一定要不结怨，用老法师的话说，就是不和任何一个人搞对立。我们没有对立面，学佛的人要做到没有对立面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众生，我们都要和他结善缘，结法缘。下一句，同名妙音如来。有的同学可能说，将来我到他方世界去做佛，那我叫什么名号啊？这个你也不用操心。你在他方世界做佛的时候，佛的名号，世尊在这里也告诉你了，你的名号就在这部无量寿经里。将来做佛一定是同名妙音如来，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法名妙音。你到他方世界去做佛的时候，你记住你的法号叫妙音如来。我们现在皈依啊，老法师发给我们的皈依证，你的法名叫妙音居士，将来成佛叫妙音如来，因果相应。展开这一部经典，念到这一段经文，见到自己的法名就在这部经中，有什么感觉？
感不感觉到特别的亲切？这部经就是佛为我们说的。我们现在是妙音居士，将来就是妙音如来。法名从哪来的？从《无量寿经》来的。老法师告诉我们呢，第一次以妙音做三皈依法名是在新加坡。当时老法师还在新加坡讲《无量寿经》，曾经举办过两次皈依。第一次是在讲经的头一天。老法师为大众做传授皈依，没有用妙音这个名。第二次三皈传授，参加的同修多，有270多人，来不及起法名。老人家忽然想到，黄念祖老居士啊，曾经提示老法师一句话，他说，皈依可以用同一个法名，于是想到经文的后面有"同名妙音如来"，就接受了黄念老的这个建议。从那以后，老法师给做三皈依，就用妙音这个法名。这一段经文。是说我们这些大众，皆已在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法会之中。我们今天这一会，与当年释迦牟尼佛的一会，彼此是自然相应的。我们确实没有离开本师一会。不仅如此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无量寿会，与我们这一会是同一性体，是故感应不可思议。末后一段经文是说普遍受记的利益，这不是佛在给我们受记吗？受记以后，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？下面的经文给我们说明，请看下面一段经文：复有十方佛刹，若现在生，即未来生，见阿弥陀佛者，各有80,000俱胝那由他人，得受记法忍，成。无上菩提，彼诸有情，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，俱得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一段经文的白话意思是：又有十方佛土，有现在往生和将来往生。见阿弥陀佛的人，每一个世界有80,000俱胝那由他的众生蒙佛受记，得无生法忍，成就佛道。十方佛刹的念佛人，由于过去与阿弥陀佛有很深的因缘，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。看第一句，复有十方佛刹。前面所说的都是娑婆世界众生闻经所得到的利益。世尊叫我们再看看他方世界的情况，都让我们看到了，把我们的情况说完了，我们自己有切身感受。现在世尊又叫我们看看他方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。若现在生，
及未来生。这是讲三世。前面讲的是十方，这里讲的是三世。十方三世尽在其中，说明一个道理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下面几句经文，见阿弥陀佛者，各有八万俱之，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，成无上菩提。十方世界无量无边，各是指每一个世界，有八万俱之，那由他人得到了佛的受记。受记就像前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受记一样，见佛闻法，各得上中下不等的利益。总约八万俱之，那由他人数，这一个数字是概略的数字，不是固定的，因为那人数太多太多了，只能说个大概。看下面三句经文，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，俱得往生极乐世界。世尊在这里是在为我们做总结，说明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关系不是偶然的，由来已久。彼诸有情是此界他方九法界的有情众生，与阿弥陀佛过去皆结深缘，就是缘分是很深的。如果与阿弥陀佛没有缘，或者缘分不深，即使阿弥陀佛就在你的面前，你也不认识，你也不相信，也不会求生极乐世界。这个缘多么重要，一定要有缘。这些有缘的人俱得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一句话是佛为我们受记的话。俱得往生极乐世界，注意第一个字俱，就是全部的意思，全都包括在内，一个都不落下。世尊的这句话说的特别肯定，我们不要有丝毫的怀疑。世尊讲经到这里就圆满了，那下一段经文说什么呢？是阿难尊者记录当时法会圆满的盛况。看这一段经文，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并现种种稀有神变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，复有诸天与虚空中作妙音乐，出虽喜声，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，叹未曾有，无量妙花纷纷而降。这一段经文非常容易懂，他用白话文呢是这样说的，这个时候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这个六种震动啊，在前面经文里我给大家解释过，在这儿就不细说。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并且出现种种稀有的神奇瑞相，佛放大光明普照十方，又有诸天天人在虚空中
演奏微妙的音乐，发出随喜赞叹的声音，甚至是色界诸天的天人，也都到此听世尊宣说此经，赞叹这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妙法。他们便降落无量的妙花来供养庄严道场。我们看这一句经文，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这一句经文是第一个瑞相。三千大千世界震动，这乃是听闻者人心的震动。我们这个能不能理解到，听到这一部经欢喜无比，无量劫以来在生死轮回中煎熬，今天得知有机会出离，心生大欢喜。所以这里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这个第一个瑞相是说什么呢？是人心大生欢喜，这是人心的震动，这是第一个瑞相。我们再看第二个瑞相，并现种种稀有神变，这是第二个瑞相，不可思议的感应，即显这部经及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。注意了，是神变。看第三个瑞相，放大光明普照十方，这是第三种瑞相，光明遍照。注意了，这个词汇是遍照，光明遍照，接引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同生净土，同源种智，同成佛道。看看这个范围，接引十方三世一切众生，所有的众生都包括在内了，这是第三种瑞相。往下看，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，出随喜声，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，叹未曾有，无量妙花纷纷而降。这几句经文是说什么呢？是说让我们见到听到空中的天乐，空中出现天乐，这是第四种祥瑞。我们说了四种了，再往下看，又看到空中玉花，下雨的雨在这里还是念玉，就是天空中下来的那个雨就是花，所以是下花不是下雨，这是第五种祥瑞。后面两种就是第四第五两种，这是天人供养，供佛供法，供养与会大众。第四祥瑞和第五祥瑞是天人供养，他们供佛供法供养与会的大众，显示出五种不可思议的瑞相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，尊者阿难，弥勒菩萨，基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这一段经文白话解释是这样的，阿难尊者和弥勒菩萨以及参加法会的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与一切大众，他们听完这一部经之后都十分欢喜，并且真正的相信接受，切实的依照本经的教诲修行。我们看这两句经文，尊者阿难，弥勒菩萨，这是本经的两位当机者，当机者就是与会大众的代表。这部经前半部分的当机者是阿难尊者，后半部分的当机者是弥勒菩萨。在法会中，由这两位菩萨代表我们大众，这个我们大众包括当时与会的大众，也包括我们现在的大众。看下面这一句经文，即诸菩萨声闻，参加法会的菩萨，有此界的，有他方的，声闻众中也有此界，也有他方的，就是说来的范围很广，十方三世一切世界中，菩萨们、声闻们都来参加这个法会，所以说有此界的，有他方的。下面几句，天龙八部，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这一段经文是阿难尊者为这个法会做的总结。对于这段总结，我们千万不能疏忽，不能轻易的看过。不是说这一部经已经讲完了，当知散会之后回去怎么样做，这是重要的。信受奉行，要真正的信，要如实的接受，要老实的照做。若能够照做，这是如来的第一弟子，决定将来往生。我们既然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报了名、注了册、挂了号，自应该决定要去的。我们现在在座听这部经的同学们，你们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报了名、挂了号、注了册，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你还在犹豫、还在徘徊，你这个机会就失掉了。为什么我这么坚定地劝说同学们一定要求生净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就是逢场作戏，都是假的，没有真的。你干嘛对这个世界还要贪恋呢？这个世界的一切万法都是假的，没有真的，你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你何必要去计较呢？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在这个世间，无论是对什么人，无论是对什么事，无论是对什么物，都要通通放下，都要通通舍弃。不要忘了这个修饰语，通通，就是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，
你还舍不得放弃，还舍不得舍弃，舍不得放下，去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机会你就错过去了。我们怎么办？应该是决定没有丝毫的贪恋之心。你对比一下自己，你这一条你做没做到？你现在还有多少贪恋？因为我们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要有丝毫的怀疑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这部经就快讲圆满了。我真的还想再劝一劝我的同学们，你们这一次能够抽出时间来听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说明你们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都具足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明你们今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，这个机缘是遇到了，而且是机缘成熟了，就看我们能不能抓得住这一次机缘了。这一次机缘确实是百千万劫又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次机缘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这一部经文呢，到这里基本上就说完了。我说一说这一品经文的重点。这一品经文的重点很简单，但是它的含义很深刻，我们要从中悟出点什么。我们这些大众皆已在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法会当中。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，我再读一遍。我们这些大众皆已在释迦牟尼佛当年法会当中。我们今天的这一会与释迦牟尼佛当时的一会彼此自然相应，我们没有离开本师那一会。不仅如此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无量寿会与我们的这一会是同一性体，是故感应不可思议。世尊为众生普遍受记，俱得往生极乐世界。这就是这一品经文的要点。因为这一部经要讲圆满了，我把这一部经的要点高度概括一下，供同修们参考。我是这样概括总结的：无量寿经是教我们成佛的经，是教我们一生成佛的经，是教我们一生决定成佛的经，是教我们一生决定平等成佛的经。四句话，大家仔细听，会听出来点味道。我再说说，给大家提示一下。第一句话，无量寿经是教我们成佛的经，两个字，成佛。第二句话，无量寿经是教我们一生成佛的经，四个字，一生成佛。第三句话，无量寿经是教我们一生决定成佛的经，六个字，一生决定成佛。第四句话，无量寿经是教我们一生决定平等成佛的经，八个字，一生
决定平等成佛，层次在递进，大家听出来没有？下面，念佛法门是让我们成佛的法门，是让我们一生成佛的法门，是让我们一生决定成佛的法门，是让我们一生决定平等成佛的法门。这个我就不再详细说了，和上面的意思一样，大家仔细一看就知道了。《无量寿经》是一部什么样的经？念佛法门是一个什么样的法门？我在这里就是用这么几句话把它高度概括出来了，供同学们参考。今天是5月25号，到现在，这部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》，我们就讲圆满了，一共是70集。说来也巧，我写这部经的讲稿时是用了70天，现在讲这部经是用了70个小时，因为我们一集是1小时嘛，用了70个小时，也可能是巧合吧。但是七是我们佛门的一个圆满数字啊，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的。这部经讲圆满了，诸佛菩萨欢喜，龙天护法欢喜，与会大众欢喜，我自己也非常欢喜。我给大家说说我的一点体会，就是我讲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？我的体会是这样的，我讲这部《无量寿经》的过程，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威神加持的过程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原来都说佛力加持，我这一次说的是诸佛如来威神加持。我再说一遍这句话，我讲这部无量寿经的过程，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威神加持的过程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是，就是龙天护法积诸护法善神全力护佑的过程，有个权力呀，这护法神是全力护佑我。第三句话，就是同修们真诚支持和鼓励的过程，真的是这样，没有诸佛如来的威神加持，这部大经我讲不了。注意，我用的是讲不了，就是不能讲的意思。没有龙天护法诸护法善神的全力护佑，这部大经我讲不好。第一个是我讲不了，这个是我讲不好，如果没有诸护法神的护佑，我讲不好。第三句，没有同修们真诚的支持和鼓励，这部大经我讲不圆满，不会这么顺利的。我自己的感受是，这部大经基本上是讲圆满的。没有诸佛菩萨的点化，我不可能讲这部大经。这个我记得刚开始讲经之前，我跟大家说，曾经提到过，我为什么讲这部经，它的缘由是什么？有同学可能还记住，所以我在这里说，没有诸佛菩萨的点化，我不可能讲这部大经。我上面说的这些话，都是真诚的话，不是客套的话。
在整个讲经的过程当中，道场多次出现瑞相，这是道场的同修们有目共睹的，让大家升起了无限的欢喜之心，信心倍增。举几个例子吧，这个瑞相啊，据我记着大约也不下八九次，十来次吧。最明显的是有一次，就是我第一节课，因为我录像的房间是在二楼的锦码头，走廊呢有一扇玻璃门，因为当时天气还比较凉，那个门是用大棉垫子挡着的。然后呢，就在我讲第一节课之前，我们现在说就实实在在说，就是佛光，你看透过那么厚重的大棉垫子，整个我录像的这个门口是一大团佛光，整个走廊被佛光都照亮了。这种现象让谁看到呢？让我们的磊磊看到了，他来二楼办事，可能是拿东西吧，突然发现这种景象，他大吃一惊，这孩子挺机灵，当时就用手机拍下来了，给我们一看，我们也非常欢喜，这真是开了一个好的兆头。第一节课嘛，佛光就现前了，这是一个。再有一次吧，各个屋的灯都没有开，因为天黑了，但是就在那一天，所有的灯都像开着一样，每个屋都像开了灯一样，各个屋都亮堂堂的，而且那个亮把整个院子都照亮了。记得我们大家都在院子里看，哎，这个光可真殊胜。那时候因为已经黑天了嘛，屋里又没有开灯，哪来那么大的亮光啊？你说不是佛光是什么？那是大家每个人都看到了的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是特别是5月22号，也就是农历四月初八，浴佛节的那天早晨，那个景象真的是殊胜，用语言很难把它表达出来。因为早晨我们是绕佛，绕佛的时间大约在4点半，我们是4点半开始绕佛，在绕佛开始后也就几分钟吧，天空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殊胜景象，那真的是佛放光现瑞。我在这里可以这么直接的跟大家说，那真的是佛在放光现瑞，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。因为参加绕佛的9位同修全都看到了，大家都有点震惊了，说太不可思议了，太壮观了。这和我在前一些日子讲到的世尊放光现瑞一模一样。我在这里跟大家说，佛菩萨太慈悲了，我讲的时候把这种景象讲出来了，是不是佛怕我不相信？我再给你看真的，这回真的就在浴佛节这一天让我看到了佛是怎么样放光，怎么样现瑞的。你说你还能不相信吗？还有怀疑吗？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最真实最真切的放光现瑞。最佳的时间大约是3分钟左右，有点可惜。可惜什么呢？虽然我们有的同修用手机拍下来了，但是错过了最佳的那3分钟。
给大家拍下来的已经是有点落了的，那后面的了，前面最佳的那个景象没有拍下来，这一点确实有点可惜，有点遗憾。我一想我有点自责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没把最佳的那个拍下来是我的责任。因为在头一天晚上啊，我们用完餐以后，我们晚饭后6点多钟我们都在院里散步溜达聊天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有3个字就一晃而过，有瑞相。我当时呢清清楚楚知道这3个字有瑞相，但是我真的没把它放在心上，过去就过去了。结果第二天早晨真的是瑞相出现了，就因为我的这一闪念，我没把它告诉同学们，把手机把照相机准备好，结果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，这个责任在我。好在是我们绕佛的9个同修全都看到了，对我还多少有点安慰。后来呀，我跟同修们说，我说你们在一生中能有一次见到这样的佛放光现瑞，你们就很了不起了，你们太有福报了，你们的善根福德太厚了，如果不是这样是看不到的。这一次讲完无量寿经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，真的是除了感恩还是感恩。我感恩一切，我不能一一的说，说不过来，我就用这个词来说，我感恩一切。这一切里包括妖魔鬼怪。可能同学们听了挺诧异，刘老师你怎么还感恩妖魔鬼怪呢？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妖魔鬼怪我都深深感恩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我讲这部大经不可多得的助缘，助缘帮助的助，他们的功德无量，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同参道友，这是我掏心肺腑的真心话。最后想供养同修们一首集诵，作为这部大经的讲解结束。这首集诵是这样的：阿弥陀佛，金光万丈，极乐净土灿烂辉煌，七宝池内莲花盛开，极乐世界我的故乡，一心思念弥陀慈父，一心意念极乐联邦，深信切愿一佛念佛，上品往生极乐故乡，苦难众生期待救度，莫忘早日道驾慈航。祝愿我的同修们早日圆成佛道，愿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莲池还会见。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